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新一轮的男团选秀即将重燃战火，最让人惊喜的就是百变周深解锁全新身份，正式官宣加盟创造营。虽然选秀节目的门槛越来越低，但是呢，鹅厂邀请来了人气王子，收视率有了保障，生米们呢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面对新身份，周深的心情呢也是有点小兴奋的，第一时间发文配合官宣。可能是网络延时了，周深卡点失败竟然登上了热搜，平平无奇的卡点小天才遭遇了滑铁卢，果然是被综艺劝过的周浅呐、粉丝爆笑神补刀说，卡点失败这种事情看破不说破，不许这样揭穿。周深老师呢也是要面子的人，毕竟他的目标是偶像歌手，登上舞台能卡住点就行了。作为创造营的发起人，窝口王子肯定能够让这一届的学员们受益匪浅。不过呢，周深却自嘲是杂技导师，被歌手耽误的段子手，无时无刻都在抖包袱。除了周深官宣加盟以外呢，另外三位发起人也敲定了人选，他们分别是硬糖少女郑乃馨、周震南和刘亦云 Amber。 路透消息，郑超呢很有可能会担任导师团长，人气姐姐宁静呢则是创始人代表，这样的阵容堪称是绝对豪华。周深不但邀请大家一起加入到闯关游戏，还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，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些朋友之中，期待不一样的惊喜和经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的创造营肯定是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。原来啊，青春有你三突然延期，推迟到春节后上线了。据说青三是2月18号开播，创四是2月20号，两档男团选秀正面硬刚，火药味很浓。路透消息说，青三的 PD 呢也很有可能是李宇春，人间芭比 Lisa 依然担任的舞蹈导师，李荣浩回归，潘玮柏顶替豆芽老师，首次担任到 rap 导师，虞书欣呢是青春助教。如果消息属实的话，那么青三的导师阵容同样很扛打哦。去年的女团选秀硬糖少女在人气方面是略逊一筹的，反倒是桃厂的 The Night 异军突起，而且呢鹅厂重金打造的 rap 男团呢也是有点垮台，不放大招肯定是不行了。这样看来，人气小王子周深肯定就是鹅厂的超级杀手锏，不得不承认天籁窝口太适合当声乐导师了，与生俱来的综艺感还能够保证收视率。百变周深一个人就是唱诗班，流行歌手、美声歌手、摇滚歌手、古风歌手、二次元歌手、民族歌手、童谣歌手、唱跳歌手，就算是偶像歌手也是近在咫尺，十个手指数都数不过来，只有你想象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的。周深解锁全新身份，新年又有了新形象，期待全能音乐导师周深的精彩表现，鹅厂能够邀请他加盟肯定是赚到了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